神威集团是一家集中药材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医药企业集团，雄踞中国中药行业五强，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市值最大的现代中药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现代中药注射剂、软胶囊、颗粒剂产销量全国最大，数个产品超1元，拥有神威、五福、神苗三大中国驰名商标，在心脑血管类用药、抗病毒类用药、儿科用药、骨科类用药等多个治疗领域占市场主导地位，营销网络覆盖全国，每天为超过550万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高效的产品。神威集团由现代中药的开拓者、创新者到领航者，每一次技术创新和突破都不断推动着中医药事业向前迈进。神威集团具有强大的科技研发实力，拥有全国唯一的中药注射剂新药开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中药注射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每年有数个国家级新药投放市场，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家发明专利，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是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被国家科技部等5部委联合授予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神威还是全国唯一的中药制剂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基地，承担和建成一批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神威率先投巨资开展青开灵注射液、生脉注射液等中药注射剂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工作，对所有上市产品陆续开展循证医学研究。大量数据显示，神威牌中药注射剂、软胶囊、颗粒剂质量安全、有效、稳定、可控，在临床上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成为全国广大医疗工作者用药首选品牌。降脂通络软胶囊是国内首个降脂但不伤肝的现代中药产品。滑膜炎颗粒填补了滑膜炎西医靠手术、中医无良方的治疗领域空白，成为唯一一个专业治疗滑膜炎的现代中药。青开灵软胶囊被誉为中药抗生素，是重大疫情防治首选用药。五福心脑清软胶囊心脑同志被誉为防治心脑血管的清道夫。岐黄通秘软胶囊治疗宿便、益气养血，对中老年习惯性便秘有显著疗效。舒筋通络颗粒活血舒筋，成为白领阶层颈椎病患者的福音。神威藿香正气软胶囊锁住挥发性有效成分，不含酒精，良药不再苦口。中药走出国门是世代中国人的梦想，也是神威人孜孜不倦的追求。神威与中国中医科学院、澳大利亚知名科研单位联合开发治疗老年性痴呆组分中药 SLT 胶囊，首开中药国际产学研合作模式先河。国药有神威，民族当自强。药品是特殊商品，一支药两条命，每支药的背后是道德、是责任、是良心。神威从源头确保中药材质量稳定，在全国建立多个万亩地道中药材 GAP 种植基地，确保中药材地道、绿色、天然。生产中采用国际先进的检测技术和高于国家标准的企业内控标准，对中药材地道性、重金属、农药残留、二氧化硫等进行检验，确保每一批中药材无污染、高品质。神威质量与技术中心通过 CNAS 国家实验室认可，
出具的百余项检测结果为世界56个国家认可。神威全部运用国际领先的指纹图谱技术、先进工艺集成平台技术、超临界萃取技术等先进技术，率先将近红外在线监测技术应用于现代中药大生产及质量管理全过程。神威率先通过国家新版 GMP 认证、澳大利亚 TGA 认证、英国标准协会三体系及整合管理国际认证，质量管理体系与国际标准接轨，专业化、精细化的质量管理有效保证了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产品代表人品，产品质量代表人的质量。神威树立大质量观，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将质量管理由企业内部延伸到上下游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将研系文化贯穿管理始终，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和高度执行力，确保制度和标准落实到位，铸造卓越品质，造就国药精品。智能化的现代物流中心，完善的售后服务跟踪管理体系，确保每一支药品可控、可追踪、可查究。从源头到终端，神威实现了中药生产的信息化、自动化、标准化。六道产品质量保障渗透着神威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守护、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追求，也是神威对诚信、品质、责任的最大承诺。神威以弘扬中医药文化为己任，不仅为亿万消费者提供了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的现代中药，还积极承担企业公民责任。多年来，神威向国家缴纳税金60多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解决数万人员就业，投巨资治理环境、节能减排、支持环保、造福子孙，捐资助教，常年资助近百名贫困儿童就学，关爱健康，在全国举行中医药文化科普、义诊、大型捐赠活动。当国家发生重大灾难时，赈灾济危，奋勇当先，已累计向社会捐款捐药上亿元。敬重生命，造福社会，神威的明天被寄予无限厚望。生命源于自然，健康来自神威。面向未来，神威将继续立足现代中药，持续加大科研开发投入，发挥神威特有的品牌优势、渠道优势和强大的执行力，大力推进实施一体两翼的战略布局，做强做大现代中药产业，掌控医药零售终端、医疗终端。未来5年，神威药业集团将着力打造双百亿工程，继续成为受社会尊重、行业领先、消费者信赖、员工满意的现代医药企业集团，引领现代中药，推进健康产业，打造百年神威。